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激动，不过先来听一下 NCT Dream 呢跟团体大家打招呼之后，在每一位团员分别也跟现场所有的新青年打声招呼。大家好，那你这里就是呢还有女生，对，我们 NCT， 大家好，我们是 NCT Dream。我们来一个嗨，大家好，我是 Mark。 就是因为前面的习惯和别人分得好心，今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时间吧。大家好，我是 Seno。 大家好，我是罗振宇。大家好，我是星星。大家好，我是海畅。大家好，我是陈乐。很开心能够再和大家见面，然后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开开心心，安安全全。谢谢大家。大家听完了 NCT Dream 的这个打招呼之后，我们也来听听台北新青年的打招呼吧。好的，大家互相打招呼完后，我们请 NCT Dream 来入座，好不好？我们来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对不起，我想确认一下，面对舞台右手边这边会不会挡到的资料没有？如果会的话，麻烦先跟我说一声。会，是不是？好的，那我稍等。OK 吗？确认一下，好不好？有任何的不开心、不高兴，直接我说话你挡住了。Okay？ 因为我很怕，就是有粉丝们朋友没有看到。好的，我相信现场的所有的 NCT Dream 的粉丝朋友、新青年们都非常的了解 NCT Dream 啊。那在上个月25号刚发行的这一张 Dreamscape 呢，受到了非常多的粉丝的喜爱。那既然收到了这么多粉丝们的爱，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次的专辑呢，总共收录了6首歌曲，那我们也特别选出了其中的3首，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哪3首的片段，边听边聊。马上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的第1首 Music Play。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刚才播放的第1首歌曲呢，当然就是这个开场曲了， I can't feel anything。 那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种展开了 Dreamscape 的那种世界观的感觉，所以今天呢也要特别先请马克西来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一次 Dreamscape 的这张专辑。네여러분들 Dreamscape 앨범잘들었어요？大家 Dreamscape 的歌曲好好听吗？네 I can't feel anything 은 Dreamscape 의첫번째노래고요那 I can't feel anything 呢是我们的 Dreamscape 的第一首歌曲。네 Dreamscape 앨범자체는이제현실에지친청춘들에게저의긍정적인메시지를담아본앨범이고요那我们 Dreamscape 这张专辑呢是在描写一些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疲惫的年轻人，为他们就是要展现正能量而做的一首歌。네그걸공감해주는전세계에있는시신이와함께저희가발걸음을맞춰서이여정을함께하는의미를담고있습니다然后听了我们这张专辑的 Season 呢，就是跟我们感到了很多的一些共鸣，因此我们才可以和全世界的 Season 们一起在走追寻梦想的旅程的路上。好听吗？谢谢这个马克西跟我们的分享。当然说到了这个年轻人，我们今天可以看现场所有台北的亲戚们，就是在说大家
现场的这个年轻人总是会在不管是念书啊，或者是在工作啊，生活时期总会有一些低潮或迷惘的时候。但是这一张《Dream This Way》专辑就带领大家一起前往更好的梦想，希望大家能可以发展的更好，陪伴大家。当然，紧接着刚刚听完了第一首歌曲《I Can't Feel Anything》之后，我们现在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是什么歌呢？一起来听听《Music Play》。非常好，台北的司机太厉害了。当然这首歌曲呢就是主打歌曲了 Smoothie。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整首歌都是 Killing Part。 当然今天要来问这个成员们来聊聊看这个你觉得这首歌曲里面哪一些地方是你最喜欢的？我们先来请齐同起来为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从那儿킬링 포인트가 정말 많다고 생각을 하는데 그 중에서도 제일은 킬링 포인트 진짜 非常的多 그래서 제가 제일 好听的 부분은 2절 후렴 때 저의 2절 후렴 때 맞나요? 大家都这样觉得的话，那你们会唱吗？问题是，如果我来问一下台北的机器们，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唱看看，你们听听看，来，机器来听听看，来唱《Smoothie》这个可以吗？可以。好，那就3、2、1。很像好啊，好的，唱的比机上好。对，真的认证哦，比那个机上性好哦，真的吗？现场朋友觉得呢？有，哎，有人不好意思，没有了，不要谦虚。好的，刚刚听到。大家可爱，获得了齐松奇认证的可爱，现场的这个尖叫声四起啊！刚刚听完了是这个主打歌《Smoothie》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起来让我们听听看下一首好吗 ？Music Play。我记得是陈乐在韩国的 showcase 当中有特别推荐吧，是吧？对，这首歌是我们专辑里面我个人最比较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是我们钱敏、Mark 还有基少他们一起作词的歌曲。对。希望大家喜欢，大家喜欢这首歌吗？谢谢。没有错，其实整张专辑都太喜欢了，对不对？所以每一首歌曲呢，在经过了刚刚这个大家推荐啊，团员们的推荐，然后介绍了以后，大家应该会更喜欢这一张专辑了吧？
当然今天呢，在跟这个所有的台北的 city 们呢，在分享这三首歌曲之外呢，哎，当然其实也想要问一下这个钱女士，你觉得这个 breathing 要什么时候听会更好，或者是有没有推荐的更好的时间，比如说适合的日子啦，或者是特定的时间来听呢？钱女士，啊，저같은경우에는무시하고있는게어떤뭐시험이있거나아니면뭔가좀어떤일기같은게있을때조금그런긴장을완화하거나아니면우리드림이들이좀보고싶을때약간그렇게들으면좀좋지않을까싶고요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在你们可能要面临考试啊，或者是在面临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些情绪想要疏解的时候呢，我觉得想要去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非常适合听我们的歌。然后在我们很想念新自己的时候听，也是很棒的。大家，今天放开。